接着呢，我们把上一段再这样完成的时候，导引过来呢，就是当你知道了佛法的基本原理，并且也知道生命呢，其实追寻这种所谓的解，所谓的理解的觉悟呢，其实是一种生命自然的状态。我常常讲，我刚刚讲的很感慨，就是说这种生命的最自然状态，它超越了一切道德、文化、哲学、宗教。他超越这些，但问题来了，接着就有人说，那这样的话佛教是不是宗教？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种教育而已。我是觉得这种说法就是说说说就好，因为恰到好处就好。因为所谓的宗教就是指它有教主，有根本教义，有它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信仰。讲到信仰，那就是很多状态智慧的内容不是你能够用逻辑经验去推论的，你必须要先信仰。佛教里头也有这一部分的内容，不是因为他跋扈，也不是因为他不注重不注重经验主义，不讲求证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无能力看到证据。什么意思？来，我请问你，如果你是瞎子，然后你问我血是什么颜色？我怎么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啊，血哈，就像那个羊身上的毛的颜色。结果你去摸羊，好，你去摸羊，那跟看到血，我说血啊，下雪那个雪啊，那个白，他怎么能知道？不是我不告诉你呀，也不是我不注重经验主义呀，也不是我故弄玄虚呀。是你没那个能看血的眼睛啊，了解吗？所以佛教里头也具有这个内容的，所以佛教不能够直接就说它是教育，不可以。手段是一种教育的过程，那当然是。但是佛教绝对有一部分是，哪怕你的经验再丰富，你也无法在你一个凡夫的状态之下，你就能完全理解的。这点你得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太基于知识少分的知识而过度的傲慢。我不信了，除非你把佛陀请到我面前，不然我不相信有佛了。那你干脆告诉我，我请马英九站在你面前，不然你相信不相信有马英九这号人物？有这种道理吗？我哪怕是我请佛给你看，你这个猪羊眼、猪狗眼，你也看不到佛是什么样啊。因为你没有具足能看得到佛的那个心跟眼，你不能用你自己主观的期望来认知说一切佛教都是我能鉴别的，不是的。你不能说一个眼睛坏掉的四盲之人，你不能说这宇宙之间没有白色，你不能这样讲，是因为你看不到白。但是看不到的不意味着没有。我问你，你看过你的真祖父吗？没看过吗？对不对？但是你的存在就证明了你的真祖父真的存在，对不对啊？他不会不存在。可是你说妄信，我不信我的真祖父存在，那这样你就不能存在。所以太多的认知呢，是属于你的逻辑上的错乱，跟经验上的萎缩跟不足，然后你误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就好像有人认为植物是生命，那动物也是生命啊，都是生命，为什么只吃动物不吃植物，只吃植物不吃动物？你一开始就被生命这两个字的泛之称的概念
框住了。我问你啊，我问你啊，如果我们把那个发泡剂哈、哦，有一种发泡剂是一遇到水，它就不自己撞到，它就大起来了。那你认为膨胀长大就叫生命吗？你认为这样就叫生命吗？我们在定义生命，人类用生命这两个字在说指涉的时候，是泛指的细胞本身能增生，就称它是生命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看过你看过的猪狗猫羊，它有情绪反应，它有自我感，我们说是生命的样子，它有这个东西。可是当我们统称有生命的植物的时候，植物没有自我感，它没有所谓的自我造业的能力，它没有这些，它只是细胞的增生。包括了什么？有人说，哎呀，那个如果种树的话呢，你放了贝多芬给他听，他长得更好啊。你如果放重金属音乐给他听，他长得不好，没有错啊，因为它不和谐，跟和谐音在宇宙之间本来就有正向能量跟负向能量啊。啊，植物只是这样子在反映对于这个正负向能量的成长机制的不同啊。你人类用你人类的情势解释说，因为树喜欢听贝多芬的音乐，所以它长得好。我的功效喂。所以你把生命泛称为细胞分裂就叫做生命。你忘记了，人家佛教讲的不杀生，是指的不杀有我爱、我执、自我感、自我痛苦、恐惧，并且他能够自主造业的这个所谓的生命。这两种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的生命，是因为人类的语言把它统称了这样，所以你就用这种语言来质疑说啊，等同生命，为什么不吃这个吃那个？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主抉择能力的人，他悟性的一种逻辑比对，这是错的。这第一。第二，当然也有一，我们在书上经书上也会看到说，树神、山神、土地神，哎，那这样有树神，意味着树是神，那树就是生命了，不是吗？错，那是指的说，有一种生命样态，它就是我说的有自主生命、自我感。他能造业，他能自主造业的能力，他有爱恨情仇的这样子的抉择力，他因此有业的相续因缘力，这叫做生。我们讲的这叫什么呢？叫做所谓的生命。佛教讲的有情生命，他特别给了一个名称，叫做有情生命。西藏佛教呢，它不用友情这两个字，它用相续。现在这样被汉文翻译成相续，我不知道西藏它本质这个相续这两个字呢，在它本意里头还含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是就翻译来说，翻译成相续对了一半。汉人的翻译成友情众生更加的精确，有情。植物是无情众生，那里头当中怎么会有树神呢？这个观念呢，是因为有一种有情众生呢，它不是以我们这种有形人类认知的有形物质存在，它是一个比较低阶的物质能量而存在。所以呢，它为什么？它会去依靠植物。依附，这就好像我们依附房子来住一样，他会去依靠那个植物的房子去住。然后呢，因为他的生命形态是一组，我们可以想象一组能量，所以这组能量呢，他住的方式可以依着树的形式呢而去形成，所以他可以很舒服的将他的能量布在这条树上面。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出家人去哦，出家人有一条戒律，如果他要小便的话，男生要小便，第一不能站着，要蹲着；第二要靠，要不能够直接在草木上面小便。如果真要的话，必须三坛子，
告诉那个鬼神，依附在草木上的鬼神说，啊，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小便，你稍微让一下，他就会让。你看过哪一棵树因为这样子把树根抽起来让你尿尿？没有啊，没有啊。但是你叫谁让了？叫树神让。不是树本身人让，是他的神，是那个依附在树上面那个树神，他就会形式上抽离你要小便的那个位置，不是那棵树抽离，不是惊死人。如果会这样的话，你要砍树，树会拔腿而跑，那是什么呢？那是那个卡通影片演的那样，没有。所以诸位，你不能把细胞增生泛指为友情，不是这样。那这样增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我们开始会问这个问题，那增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物质样态？就好像太阳升太阳陷一样，这是一个物质，是我们讲说一个物质，一种细胞物质本质上非我执性的增生呢，那是它内在的共业因缘。我们讲我们众生，我们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那棵植物，我们看的那棵植物，我们来看它，我们只能够看到这种用这种方式细胞增生的植物。你要知道在极乐世界不是问我们的业力所看到的植物，结果呢你会看到什么植物？你会看到什么树？是金银铜铁任何宝石所成的茎根花叶所形成的树，是业力所现，是业力的投影。而人类的业力只能投影出，只能看到我们人类所能知道能粗浅的由细胞增生所生成的这种树，它无能力看到像极乐世界这样子的晶莹种种琉璃所生成的树。那你说那琉璃硬的要命，那树哪好看？错，在那种生命样态所看到的一切金银宝物呢，都是假借人类的名称，因为你不懂嘛。啊，我只要假借人类能懂的那个，叫做什么琉璃啦、珊瑚、琥珀、金银啦，人类认为是宝物的这个名称，来指涉像极乐世界这样子地方高生命程度所业力投影出来的所谓树。那个树呢，那个宝物是柔软的清凉的，它也会增生，但它生出它增生的方式是一叶一叶一叶这样增生。所以可见你所看到的植物的增生方式的那个细胞分裂，事实上是我们业力的投影，我们自己的投影。这样你就了解到说这种投影是一个无情物的投影，还包括什么？包括了山河大地也是。曾经世尊在世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问过世尊一句话，他说，哦，您老人家曾经说过他方世界药师佛琉璃的世界呢，乃至于哪一尊佛哪一尊佛的世界，地平如掌，晶莹剔透。可是世尊不好意思，哦，我问你一下，哦，怎么你老人家世界这么丑啊，这么丑？他就问世尊，世尊笑笑说，因为你的业力只能看到我的世界这么丑，啊，不然呢，说我看到的世界不是这样。啊，怎么样？世尊用神力加持他，用大拇指，脚的大拇指点地上三次，就现成。哇，印度虽然没有什么大高山呢，啊，除了喜马拉雅山以外啊，它的大平原是没什么大高山，但还是有山丘啊。他结果看到，哇，完全晶莹剔透，那个真的地上像琉璃一样，踩下去居然还软软的，他还吓一跳。那一刹那之间没有了，他说那是我看到，但是不是你的业力能看到。所以诸位要了解，所以这是我们业力投影出来的无情世界。所以人类，我们说我们不杀生是指的有情，不杀有情是真。啊，至于说植物，你不能说叫做杀，但是呢仍然人类不可以随便的砍树，
从佛教到人今天人间的环保组织也这么说，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增长人类本身的贪欲，对大自然一切众生依植物而活这个事实过度的不尊重，你就不可以。你要知道一棵树养活多少生命，对不对？多少的植物，多少的众生依附着它活。从这个角度说，佛教也同意不可以随便的砍树啊。我们佛门里头会这样做的，如果今天要砍这棵树，要告知依这棵树而存活的鬼神，那我们会绑一个红布条，上个香，跟他说我三天后要砍树，三天之内有问题请来托我的梦，这样懂吗？那我出家的清凉寺就是曾经有一棵树很久了，他就没去做这个动作，结果呢就有人受伤，受伤得很严重。那后来地方那种起鸡的那种庙啊，就起鸡出来说，他说啊，那有树神呢、啊，你没有先告知他，他不愉快。你看看，民间也懂，那是树神，那不是那棵树本身。这样了解哈、哦？好，那我要把上一堂课的意思呢，再接下来讲的是什么呢？接下来讲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人。现在谈不谈佛教徒都不重要，当我们懂得觉性意义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面对的像一个人所共同要面对的事情，什么呢？三大类，人生三大类内容：一、理想；二、情感；三、责任。人生有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是你整个生命当一个凡夫俗子他都有这个。那出家人有没有？也有。出家人怎么有情感？出家人情感是对众生的什么？对众生的不忍之心，也一样有情感。出家人有没有所谓的责任？也有。喝淡如来，让教法不灭，能够传递于未来，是出家人的责任，懂吗？也有。好，那出家人有没有理想？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他的理想，也有。那诸位呢？诸位就千差万别了，对不对？你生命状态之下，很可能失去了理想，那你真的就是什么？我常讲，我说人间最远的路是什么路？是哪一条路？没有目标的路，最远。你才被赶回兜里去，整天就过日子。吃饭，屙尿拉屎，屙尿拉屎坐着等死，这就是你的人生，因为你没有理想。但是光有理想不重要，你看这个好莱坞电影最爱演，西方很强调家庭伦理啊，家庭观念，常常都会演说那个男人要出去。面对敌人了，为了人类的正义解救人类了，然后要离开家庭，然后他太太说，你真的要去吗？你真的要放下我们要去吗？注意，那就要解救人类是他的理想，但是呢他的老婆问这句话就是他的责任，懂吗？理想是一回事，理想当中还有一些是属于责任，他有时候是跟你的理想对抗，必定一致。那么呢，理想责任之外，人大部分的人他孤单的在这个世间当中，他需要被理解，他也渴望被需要，这就所谓的爱情发展家庭产生的原因就在这里。一切的家庭都不是你的爸爸妈妈结婚不是为了你哦，你要知道，听懂我的话吗？你爸爸妈妈结婚绝对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还没有生你之前他哪晓得要生你，对不对？他可以生任何一个男孩，不一定是你。你的业力有你独立的样貌，是因为你跟你爹娘有特别姻缘，你借机来投胎，借机缘来投胎，他不是为了你而结婚的，他是为了他们的生命，他觉得
缺乏了对方，他的一切成就跟快乐没有人可以分享。缺乏了对方，夜阑人静的时候没有一个被需要的感觉，他觉得空虚难以面对。所以在情感上面，他需要一个爱情来完成他这一世那个害怕空虚的样貌。你我不也这样吗？如果你不走修行的路，那不也这样吗？你说不，我打算做一个快乐 OL office lady， 我想要做一个不婚女生。是啦，不婚女生不代表的不需要情爱，不需要爱情，爱情玩玩，爱情过了就不要结婚就好了，只愿同居，不愿结婚，现在大有人在。不结婚不代表你不需要情感吗？身为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更深刻的类似像佛法这样子理想的话，基本上他就会需要一个情感。所以人的生命就会形成这三大目的：情感、理想、责任。情感跟理想常常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鲜艳不鲜艳，被人家制约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你才有了你的理想。比如说有的人哈，有的人因为他家世代行医，所以他也就自然的觉得他非当医生不可，不然说不过去，那就变成他的理想是被制约的。搞不好他做画家更有成就，搞不好他出家更有成就也说不定，但他做医生比如说这样，那是被制约出来的。那他自己最后他也觉得那是他自己的理想，那就没办法，那就他的。人好一点的他就会找到理想，糟糕一点的指什么？只找到生活方式，没有理想，懂吗？找到生活方式。谁是这样？很大部分多的女生是这样。哦，对不起啊，你不要拿东西丢我，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她最重要，理想不重要，责任、爱情比较重要，而一切责任都基于爱情，所以女生剥掉理想，剥掉责任，核心是爱情。她嫁给了谁之后，她就护了那个谁。她的一切理想就是把她所爱的男人给弄到好，弄到快快乐乐，直到她老死。那是她的理想。哦，我没有轻视的意思，我说很多女生，这是她的快乐，那就是她的理想。她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男人组成的家庭，基于这样的家庭，无论任何的形式，把这个家庭组织并且安顿到他的先生，他们的爱情能够顺当的发展到白头偕老，这就是他的责任。所以你看看，他的责任跟理想都基于爱情。女人比较辛苦，因为偏偏爱情是最难琢磨的。但男生呢，有理想，先产生了，有些男生先产生了一个理想，啊，有些男生先看到了责任。但很少有男生认为他生命唯一重要的是爱情，除了那个女生出现了之后，他会在短暂的时间呢，突然间发现生命如果没有那个女生，我有理想跟责任通通没意义，那是很短暂的，来迷惑他自己用，然后就用最大的力量去追逐那个女生，等追到了之后就摆在家里了，够了，剩下来就是理想跟责任。为什么？因为别的男人也是有他的女人呢，啊，现在我也有我的女人了，那可以了，不够。女人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已，理想跟责任很重要。这就是在婚姻当中很多的女生老是这么搞不清楚她老公，你们那一些狐群狗党有这么重要吗？还要三更半夜出去聊天？我是你妻子哎，你怎么不留下来陪我？啊，你不办了，找人不办，那真重要，那对我们查甫人很重要的。这就是男生，
的样貌，他会这样子，永远斗不拢，所以这世间才好玩，所以才会永远有怨偶，因为有怨偶，所以我们才一直来轮回，想要搞定，懂吗？所以就一直轮回了，就会这样对不拢，那这世间才会怎么样？才会多样化，这就人间的苦恼相。所以怎么分析，你都会发现人生躲不开这三大相的内容，在交参生灭着，只是有主从差别。很有意思的，男生对于爱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某一个阶段的一部分，常常是理想跟责任上很大的那一部分，而女生叽叽呼呼是绕着情爱为主要核心。为什么会这样？听听《爱道金刚》，你就会知道有原因。这绝对没有带有一种什么轻视啊，什么不是？是说样貌不同。这就好像说，女生能够分别红色，分别七种；男生只能分别三种：红、很红、非常红，就这样而已。女生可以分别红，分别到七种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早年在做原始人的时候呢，男生都出去外面打猎，女生跟别的女生要去抢住家山洞旁边的那棵桑葚树上面的成熟跟不成熟的桑葚，一定是成熟的先抓走，不然会被猴子先弄走，家人就没得吃。你的先生打猎回来肚子饿了，没有得吃，你的做妻子的地位会不稳固，然后你的儿子会肚子饿，所以他必须要对于桑葚水果的熟与不熟很精确的一眼就看出来，所以他发展出对于红色的鉴别能力强过男人，因为男人反正回来女人已经把熟不熟很熟的东西都分好了，他就要张口吃就好。但反过来说，问路绝对不要找女人，为什么？因为女人反正都在家里，她只要守着家里山洞的样子，这样就可以了。男人不同啊，男人早先出去外面打猎，追追追路追路，不能追到后来打到路了，却忘回家的路，不可以。所以男人永远心中有一个什么罗盘，他再怎么东绕西绕，东绕西绕，他总是会比较知道他家在哪个方向。不告诉杨明归根，他整家会找不到人，会变成流落在外。所以这样子一路流转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路痴大部分是女生。再来呢，女生当然她如果她自己开车，她就不会路痴了，因为现在换成她扮演男生的性格的时候，她就会知道忘了家亏出去，忘了回来的路。不过常常女生真的是这样，开了车绕了好久才找到什么呢？高速公路交流道口，才弄上去，然后打一个什么简讯给他爹说：“阿爸，我终于找到路口，我已经上高速公路了。”爸爸说：“你现在不是应该要下高速公路了吗？现在才找到高速公路的路。”那这就是进化过，人类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它各自有分别，这就是责任的不同，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责任的不同，这没有什么高低，我现在高低了，好，我也没在笑谁，这是高低的不同。为什么在男女生的情爱过程当中，爱道经也这么讲，而事实也这样发生着？比如说，女生要接受男生的邀约的时候呢，女生绝对不能第一次、第二次就接受了。会让人家觉得我太随便了，不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原始的社会里头，他就已经制约成这样。怎么说呢？因为女生要怀孕，她怀孕是用生命在怀孕的。你要知道，古来啊，到民国初年都还有那个未生小孩而死掉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她是用生命在孕育小孩。你想想看，跟一个下三滥男人生一个小孩，你不浪费你的生命吗？你一生能够生小孩能够多久的时间？所以你要精挑细选，所以你绝对不能够那么容易的接受一个男生的邀约。为什么？你们去打架打赢了才来找我，因为打赢代表力量大，能力高，
将来生下的小孩有助于族群的自卫能力，有助于这个家的防御性。所以一个女人她要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呢，她就要选，她要精选再精选。一方面爱情是她的核心，二方面牵涉到什么家庭未来的稳固不稳固。所以女生就要有种种的手段来吸引男生，更多男生来追逐最好，这样我才能好挑。啊，男生就不同了，啊，这个不行，换别的啊。啊，这个不要追不到我，换追别的，看哪个倒霉被我追上啊，总是找到一个就 OK 了嘛。啊，我都跟他宣称我要保护他，我要爱他一生一世啊，一三一世，对不对？是这样。啊，所以男生就变成什么拈花惹草，他就变成这样。而女生就变成什么，她其实心里想爱，但是要谨慎以对。嗯，这还是责任，这还是面对自己的责任所慢慢演化出来的形式不同。看到了没有，爱道经处处讲到这个道理，处讲了这个道理。好，当你懂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男生女生大不同，那么面对这个整个生命样态都在找寻情爱爱情的时候呢，佛教告诉你什么？佛教先告诉你有本质上的差异，本质上的差异之后必须要知己知彼，也必须要知道它的劣根性是什么，从中找到了平衡，甚至于找到了解套。比如男生这种爱的多元性，这种对爱的那种比较没那么责任感，他就要自己控制，他就要自己看出来，嗯，这就是我的无明，自我贪爱过剩，长久以来无时节以来累积成为这种性格，荷尔蒙它就会造成这个性格是这样。所以身为一个男子必须要用责任来平衡对爱情的那种多元跟不负责，就要这样做。那么呢，女生呢又要这样懂，对于所谓的情感过度的依赖，将会使得自己完全失去了自我，也完全失去了生命的高的理想跟对更深责任的承担，就失去了。为什么？守着丈夫就是一切了，做个快乐小女人，这样就 OK 了。那要不呢，当然她也去工作啦什么的，这种工作本身她缺乏了一个人更深的这种理想性，那只是她喜欢，或者她在爱情这件事情上她没有完全的放心。尤其今天的社会在教你没有完全的放心，她告诉女生说不要都依靠男人，你要自己有工作能力，不然你会被男人吃死死的，就被教成这样了。结果女生就不愿意把真正的感情放下去。结果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俗家的舅舅，他的女儿一天到晚就回娘家。我说哈，是你害死你女儿，你不要跟我讲你女儿婚姻不快乐。师父你怎么这样讲？他来这里找我，他来这里，他为了他儿子不结婚，他的女儿不幸福，他来找师父，而师父根本没结过婚，为什么有办法回答他？就是因为佛法的智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看你女儿到底是嫁出去还是你遭罪。嫁出去啊，那就对了啊。嫁出去的女儿，古人说嫁出去的女儿像泼出去的水，是什么意思啊？是说你得要依靠男生，依靠人家的家，以人家的家为他的家，而人家那边的婆婆才会真的爱你女儿啊。你如果你的女儿根本不把人家的父母当一回事，三天两头就回到你这里来，那么她就会这样认为啊，我的爸妈才是温暖的，我丈夫这边的爸妈不是我的爸爸妈，是我不可靠的。那如果是这样，将心比心呢、啊？这个女人在你眼，如果你的媳妇儿也是这样想，那你认为你的媳妇进了家门了吗？是你家的人吗？我问你，是吗？他想想，不是，对呀、啊。所以你没有真正嫁掉女儿，
你基于你女人的感情，你还拉着你女儿，哪怕她嫁了，你都有意无意把她拉着。好了，他听懂这话了。他在最近有什么？他这一两年来有改进。可是话说回来，现在就不是这样。现在因为男子的这种多元性不负责，在情爱当中的不负责，这都是佛法上的伪佛法的，违背佛法的。为什么？因为他过度的自我，男生过度的自我之后，让女生也害怕了。结果呢，女生就觉得我也不把感情放下去，放到全部，所以我保留。但保留怎么保留法？我去做职业妇女，回来你累我也累，不然又怎么样？你不说你爱我，我也不说，大家都很累嘛，要睡大家来睡，大家都不吃。结果你忙他，你忙他，回到家里像旅馆一样。这就是台湾今天的社会会变这样。刚开始是为感情而结合，可是后来各自忙各自的理想、事业跟责任，结果却独独缺了家庭的情爱，本来是他的基石的，却没有栽培。所以台湾几乎是世界离婚率最高的，生育率最低的，一定的嘛？离婚了还生吗？啊，都结了婚，都准备要离婚了，你还想生吗？人家以前结婚是天长地久，现在结婚是能撑多久，差很大，是差那么大，是这样子搞成这样了，那谁敢放下去？所以在婚姻的行为上面缺乏了责任。那婚姻缺乏责任，婚姻情爱就是感情这一部分缺了责任的制约跟相互信任的投入，结果婚姻崩盘，情爱崩盘，感责任也崩盘。我请问你，你这两样崩盘了，你的理想能荷担多少？荷担不起来，因为没有人跟你分享，也没有人跟你一起面对理想而奋斗，就缺乏了。所以连理想也毁了，只剩下什么欲望、名利、空虚、虚荣，这社会就变这样了。这就是今天你认为这个台湾的社会化、台湾的资本主义化之后，感觉起来政客、政治人物不像政治人物，商人没道德，老师不像老师，那么也百行百业都没有一个可信任，就这样整个崩盘了。所以这都是有关系的，因为人生就是三柱。三柱相互影响，这样崩盘的。诸位啊，诸位啊，所以佛教当讲到操作的时候，他就要教你这三件事情必须用佛法，我们基于三堂课所说的那些道理，然后来面对这三大项事情。三大项事情，第一大项对于年轻人来讲是情感的，那么接第二大项理想的，第三大项责任的。这三个呢，说开来也不全然各自独立，但它有这三个面向。那佛教的建议是什么样？先看到理想，一定要看理想，因为理想来自于你生命独立的选项。好，比如说情爱，有时候你爱他，他不爱你啊，你要追他不一定追得到啊，有缘没份，懂吗？有缘没份，那你又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无常，无常的很。但理想当然也叫理，世间几乎都是无常的。不过理想相对于责任跟情感，它会比较独立一点，是因为理想，如果你经由像你来参加这种课程，被诱发你生命更深刻的想的思想概念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理想比较能够深刻笃定，而值得尊重，跟值你愿意为他而付出而不怨无悔。你如果看到我早年，我不说吗，我小五之后我就决定我要做物理学家，那就是我的理想。虽然我什么都不懂，茫茫然，甚至什么叫物理我都不懂，但我会开始为他努力。
比如说我小五的时候暑假，我就去北投那个图书馆去借李哲学那大学用书哦。啊，早年那个借书哦，是不是用电脑，用借书卡，那中间一根铁穿过去，看过这个的举手，你们都没看过啊。借书卡要这种年纪的，要差不多有年纪才知道，他没有，他每一本书都是一张卡片，中间用一个铁条贯穿，那你只能这样子把找到了之后用一张借书单去把它抄出来，然后拿你的身份证去借书啊。我不会啊，我才小五而已，我不会，没人教，我就把那张借书卡给撕下来，然后就跟人家讲说我要借书，把那个小姐气到爆，然后最后问我说：“好了，你要借给你借，身份证拿来。”我小五哪有身份证？我跟他讲我没有身份证，他更气哦，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你知道你借的是什么书吗？”我说：“什么书？大学用书。你现在小五，你要借什么？”我说：“凭什么我小五就不能借？”我就跟他辩起来了，你知道吗？就吵起来，当场吵起来了，吵到那个馆长出来了，阿喜力擦心哎呀。然后那个小姐就告状哦，就在我眼前告状。馆长啊，你说这小武生连身份证都没有，他借大学的书，而且还撕下那一张迫害公物哦，好，把我戴了好多帽子。第一，小武就说不能借大学用书；第二呢，迫害公物；第三，根本没身份证；最重要是他什么都不懂，他连借书都不懂，他怎么可能看懂这本书？这是他的逻辑，你懂吗？那我只有一个逻辑而已。谁规定小五不能看大学用书？我不管啦，我就是要借，我就是这样。然后那馆长，终究人家叫馆长嘛，对不对？总是比较有 sense 的。他就说：“哈哈，这样啊，好啦好啦，弟弟，你真的要借？”我对，好，那你要借多久？你看能借多久啊？两个礼拜，你知道吗？真的让我借。人家我还续借了一次，总共借了一个月，我还看了四分之一，做了一本小笔记，若 A 则 P， 若非 P 则非 Q， 我现在都还记得。就这样借咯。那其实我看得懂吗？我也不太真的说不太懂，但是爽啊，人家我要做物理学家，爽啊。你看看理想能超越很多限制，让你充满勇气，让你超越世间一向的标准跟眼光。那是你们说的，读物理系没饭吃，那是你们家的事，那是你妖，是妖你，不是妖我。我到高中的时候，我高中老师跟我讲说，你去读物理系以后没饭吃，那是你们家的事，我 no care。 你看看，所以以佛教的角度来说，年轻人要拥有理想，不能没有理想。我没有说理想叫做出家哈，我绝对没这个意思。你的理想任何都可以，但不能伤天害理，懂吗？不能伤天害理，而且基于佛教的概念所建立的理想才是啊，不，佛教概念不是说什么修行出家，不是，我说基于佛教那种慈悲哈、那种智慧的概念所能容许的所谓理想，你不能说以炸掉总统府为你的理想，你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这样就有点问题了，这样就有点问题了。我指的意思是这样，或者是说以做猪肉松为你的理想，我觉得这样不对，你这样就杀猪，你懂意思吗？你的助杀，这样就不符合，所以这叫正业。正命八正道里头的见思语业命情念定里头的正命正情正业就是这个，所以要以这个为核心来建立你的理想， OK 懂吗？所以要有理想，使得你能够面对社会上面很市侩的先验性的标准，你能够给予叛逆，走得出去。叛逆，你有 power， 你敢叛逆，无论哪一种都是。我的出家其实就是一种理想所建构的。那你们啊、可能将来是一个好的医生，好的律师，或者是一个好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个政治人物，没关系，请保持理想，现在就要建立。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种，但是在正业正命
的前提之下，符合因果的前提之下，请建立你人生理想。好了，有理想之后呢，当然你会觉得希望跟人家分享 share， 有一个人来了解我，那的情爱就出现，情感就可能出现。那么师父，那你当年呢？当年我也是啊，我也是这样子啊。那后来为什么你去出家了，把你的女朋友舍离了？我没有舍离啊，只是因为我更爱阿弥陀佛这样而已啊。那我因为更爱阿弥陀，阿弥陀是第一选项。那女朋友就说啊、那你也很好，所以我也没有讲一些什么假惺惺的话，五分钟就搞定，就搞定。他也没什么哀怨，我也什么没有什么困扰。第二天他在别人的机车上面，我在我的脚踏车上面，各自走各自的路，也没有什么痛苦，也没什么哀怨。为什么？因为坦诚。因为我们是基于理想而建构起情感，因此情感的来与去就较比没有那么虚伪，也没有那么煎熬，也不需要太尔虞我诈。有缘你欣赏我，我们走在一起，不能毁坏理想。没缘，或者你对我的理想不太能理解，我就知道生命我们很难走在一块。或者我常常讲，我说一个学佛够深刻的人，他实在没办法跟一个不学佛的人作为夫妻的，实在很难。因为他的理想一定不违背佛法，一定有一定佛法的影子在那里，而这个枕边人居然一点儿都没有对佛法的这个更深刻的基础有理解，有信仰，有什么？你两个是被公司被围了，我问你啦，干我为他们讲。所以情感这件事情，我个人的观察，情感也是生命很重要的那一部分。然而理想已经先建立的时候呢，情感可能很难没有佛法的基础。如果你已经是个佛教徒，我看到的是这样，没敢为坑，敢为故，这就是佛法的立场来说的。那么面对情感，你可能会有荷尔蒙作用，会所谓的发乎情止不了理，应该发乎情止乎理啊，都控制不了，会有这种情况，这就是出现了责任这个概念。不是对他的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以及对理想的责任。你有了一个理想，你有了感情的需要，理想是你生命本身从价值、生命价值衍生出来的目标，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圣的、不能被挑战的一个主轴。那么在这当中产生的情感的个人情爱需要的时候呢，他不能够违背了这个理想。所以要完成理想的人，他的性格不应该过度的没有责任感，也不应该过度的被情绪跟欲望的荷尔蒙所统战统治。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够有纪律生活呢，来完成你的理想呢？如果你在爱情当中疯狂到无法自我控制，那你有什么多少能耐完成你的理想呢？要完成伟大的理想，你是不能不有一定的纪律自我的，没有了纪律，你怎么完成理想？对不对？所以情爱恰恰好是考验你纪律的一个最严苛的试金石。诸位，这不是压抑欲望，绝对不是。我没叫你压抑欲望，你要结婚尽管结婚啊，对不对？有情爱这 OK 啊，夫妻有夫妻敦伦尽分这 OK 啊，可是责任跟纪律。因此婚姻的意义就出现。你看古人讲什么？夫妻恩爱，你看注意听，恩在前，爱在后。现在还不是讲这样，夫妻相爱，
我跟你讲，那个相爱很快就不爱，因为你相爱那个只谈爱不谈恩，那爱只是一时的情绪而已，它是无常的很。爱可以消失，恩只会累积，不会少。人家是一个漂漂的女生，啊，身材很曼妙，嫁到你这里来，什么也没带来，就入了你的家门。现在30多40多，已经水桶腰了，已经大象腿了。你现在嫌她身材，你这个人是没道德哎。人家本来苗条，现在外面女生苗条，然后你现在看她身材不好，你就开始厌烦，那你就是只是被你的荷尔蒙控制而已。你忘记了恩，恩当中这个女人最美。男人也是啊，男人他在一切都还没有基础的时候，他勇于娶你，他呢去赚钱也好，或者你也一起赚钱都可能了。那么呢，他要负担的一个一家之主来跟你共同生活，他压力倍增，因为本来养活自己就好，现在养你，甚至养小孩，他本来应付他自己的情绪就好，他现在还多应付你的情绪。这个男人要内奸外逼啊，外逼事业，内奸对于面对你的情绪以及这个家庭的成长，你这个男人经济能力的成长，他都很逼迫。他怕在这女人面前他不能好好养活，他不能让这个女人过幸福的生活，他很压力。那而他的工作又不能让女人来分担，因为他就是工作没有所谓女人能分担什么，他压力很大。所以男人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娶你为妻，他也负担了很大精神层面的风险。然而今天你嫌他老了没用了，不够强硬，不够男子气概，赚的钱不够多，不够爱你，不够像别的男人这样充满幽默感，那么帅，老来帅，你就嫌他这些，这也没道理。所以念恩啊，念恩啊，在情爱当中，念恩重于念爱，念那份恩重于念那份爱。爱会消失，容貌会消失，那个风流倜傥的男人会变成脑满肠肥大肚便便的老男人，他不会永远那么风趣。那个美丽的女孩细皮嫩肉的，为了生小孩，为了持家，她再也无法跟外面曼妙的少女比较。但是这些在你眼里永远是最美而最有恩德的人。一个男人或女人，他在婚姻当中必须准备好，懂得这样想，并且这样实践，你的婚姻才是佛法的婚姻。所以古人讲恩爱，恩在前才有爱，光谈爱那是荷尔蒙作用而已，那是缘起性的过去业感恩怨的作用而已，不持久。这是佛法中的情感这一块，这两样你懂了，接下来讲责任是什么。其实佛教从来不讲责任的，但佛教徒的责任最重，以一切众生的安乐为责任，但他却从来不谈责任。那师父，那你自己的题目有讲到责任了，那是因为我要这样指涉你们才比较容易懂，懂吗？其实佛教恰好不谈责任，谈什么？谈承担。承担不一定是理想哦。你看看啊，做一个好医生，做一个赚钱的企业主人，或者去选总统，这是你的理想啊，你也太急。但是有了钱了，社会上的疾苦是你该承担的；有了地位了，人民的生活好坏是你不可旁贷的承担的。这里头好像是理想，
也可以就是你的理想，但有时候是理想之外的东西。你比如说这样，我赚我的钱，我也缴税，那我的理想完成了。那你们自己这么苦啊，你们的业感所招，我也没办法。我花我的钱，我也没花你们的钱，你死活跟我无关，这就不承担，懂吗？没有错了，他真的不能要你的钱了。你真的很有钱，也是你自己赚的啦，没错了。可是你忘了一个承担，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没能力赚钱，他存在那些钱被你这个有能力的人赚。如果他能力比你强，同样的资源你抢输他了，你再有能耐你也输他，因为他能力比你强。所以在某个意义上，这个世界是有一群人能力没那么强了，所以你拥有了更多的资源过你的生活，你应该要 share。 所以所谓的责任是什么呢？将生命中你所拥有的，将生命中你自认为那是你得到的东西，很谦卑的知道那不应该你独享，很谦卑的知道这是别人的忠厚老实跟忍让，甚至在某个意义上的，甚至在某个意义上的让出，跟不跟你争夺之下你所拥有的，这是你过去的福报，同时也你今生的因缘，你的一切财富地位也不会只有你自己就完成。总统是人家一票一票把他选出来的，企业家是老百姓有生活中的需求选择了他的产品而让他获有财富的。任何一个哪怕你是科学家，你能够拥有研究的成果也是政府拨款或者是某个机关拨款让你有研究经费的，而这个拨款的本身就来自于老百姓的缴税。一个影星他非常的有名，也是每个观众一张一张电影票把他选出来的。哪一种成就是你独立完成过的？对不对？所以你的一切成就都应该，而且本质上都是与一切众生分享。诸位啊，这才是你拥有知识，不愧拥有知识的原因。如果知识分子只是因为拥有了知识能抢这个宇宙的东西，这个法界这个世界的财富抢得比人家更加的快更加的多，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这不叫做知识分子，你是强盗。你看那强盗不是拿一把刀吗？对不对？对着你这手无搏击之力的人抢钱吗？知识只是刀而已。所以你的一切成就没有你自己能成就的，都是与一切众生分享的，你都要很谦卑的分享出去，你才真正不愧是人。你的一切理想才不愧叫做理想。你想想看，强盗有没有理想？我希望今生能抢到30亿，这是我作为一个强盗伟大的理想，你觉得有道理吗？错。理想最终的完成是 share， 是分享，这就是责任。所以佛教不讲责任，讲的是什么？分享，也就是所谓的布施。诸位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无论你读的是什么样的学校，你听到这些话，你就会是社会中的精英。精英是指这个意思。在感情上，是能够这样子的保持着对感情的尊重，跟对承诺的完成，一生一世。
在生命上是具有光辉理想，而又符合佛法慈悲智慧内涵这样一个人，而对这个社会是具有完全谦卑分享之热情的人。诸位啊，世界大同在这里，身为一个师父，我爱护众生，如果不把这个话讲出来，就无法完成我爱护众生的心念。我今天把它讲出来了，期望了诸位去实践，那么这就是我爱护众生的生命表现。我的情感，我的理想跟我的分享统统以这个为核心，所以我全心投入去做这样的事，叫做出家，懂吗？你们顺便懂我为什么要出家了，就是这样叫做去出家。不是我不爱女人，不是我不欣赏家庭生活，不是我害怕养儿育女，不是，是因为我的内心里更热忱的想要把我生命中的每一滴能量去 share 给一切众生，然后去找寻那生命中佛陀告诉我的内在的觉性，并且也告诉别人找寻这个觉性，用各种方法，用像我现在讲话这样大动作的热情，人家都跟我说，法师你讲经怎么会动作那么大呢？我说你管我大，我有热情不行吗？神经病，一定要这样吗？你要听我的内容，你不要看我的手势嘛，我控制不住啊，我太热情，这样不行吗？死古板，懂吗？懂的意思吗？完全用热情在过日子。为什么？我的情，我的理想，我的责任合而为一了，我无所不在。嗯，这不是 Lucy 吗？这不就是 Lucy 吗？ Lucy 说的生命是怎么样传承与分享。对，真的是，这样叫法身。诸位怎么样，从上一堂课到这一堂课，我们已经看到生命的样貌该是怎么样。恭喜诸位，讲到这里就好，我们应该可以去照相，可以吗？这个时候正好，对不对？好，我们动作快好不好？是跟大家补一下，今天那个最后面在讲爱情、责任跟理想的时候呢，那有一两个道理要跟大家补充一下，那刚好差不多20分钟、30分钟就够了哈，你们再去听打钟鼓。请放上。那是在讲什么呢？是这样，这个佛门里头他师父讲了一些关于人活着的时候他的这个三大柱，这三大柱当中的这个爱情到底佛门里头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看待，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你说理想或者是责任，那是百千种嘛，但唯有这个爱情，这个是很明显的。你比如说你出家是离欲的，那是不是佛门特别对于爱情是否定的，或者是说怎么样子有一个对抗的看法，是第一个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其次呢，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们早课的时候，女众在那边坐没有过来啊，那什么意思？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还有这佛门，甚至有人有听过说的有八敬法，那又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佛门里头对女众有特别的一个压抑或者是轻视？那这个呢，其实可以跟大家点一下子，不会很轻，不会讲的太多，但是要让他了解。
首先关于说，哎，怎么找客在女众在那边呢？是其实是很简单的。佛门里头对于这个情爱欲望的话呢，它本质上面确实在早期的佛法里头也有人讨论说，啊，情爱又不杀人又不害人，那两情相悦为什么要阻挡？杀盗贪嗔痴，那个杀与盗跟这个谎言，那明显的有伤害。那情爱是两人相悦，那没什么伤害啊。你要知道哈，佛法的价值或者戒律上的价值，它不存在是道德面的。换句话说，你也不能够以它没有违反道德啊，所以它很好啊，这样来看。好，再来，道德它其实是跟着文化地区有关的。好，你比如说儒家强调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这还得了？那我就无后啊。那我没有结婚呢，我又没有先生子再来出家，那是不是无后？那有人硬掰啊，你看释迦佛他先的生了小孩再来出家，他就是怕无后为大，瞎掰。他当然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他都有了那些妻儿的障碍，他都还来出家，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不是佛法不是以道德立场来谈戒律的。那么他对于情爱这看法又是什么样看法？他其实是这样讲，很简单，情爱使人的欲望呢失去了理智，难以控制。情爱呢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这种爱染心是念念爱染，他没办法让你成为一个对待众生足以平等的人，被你爱的人也不希望你平等爱大家。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爱也一定有一个特殊的贡献，特殊的想象，这样就不然就不名为你对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爱。这在儒家里头把它合理化为等差之爱。哦，靠近我的人我多爱一点，合理；远的一点我少爱一点。因此我的面包当然是给我爸妈吃，给我儿女吃，我不给外人吃，合理。他完全合理化了这个事情，在佛门里头他是这样看的。那是因为你短暂的生命来看待他跟你的近跟远，如果拉长了这个时间，无限拉长这个时间来看，其实一个跟你无关的一个路人，搞不好就是过去你的恩人，过去你好几次的爸妈。那现在你的爸妈搞不好就是你过去的债冤亲债主，他来讨你的债。其实从个短暂的时间来看，好像他跟你的恩爱那么明显，拉长来看的话，与你一切众生的恩爱跟眼前这个人的恩爱以及差异已经不大。我们拿一个比喻来说，你站在地球上面，喜马拉雅山的高度跟玉山的高度跟你对你来讲是有明显的距离差别。喜马拉雅山8000多公尺，玉山只有3000多，将近4000，对吧？可是如果你站在月球上来看，喜马拉雅山跟玉山呢一样低，一样低，因为它距离你也太远了，那个差异已经不重要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的佛法的生命流是很大的，他对于整个宇宙的看法，一开始大乘一开始着眼就着眼在无限的时间跟广大的空间当中看。你要的是成佛，你甚至不是要做阿罗汉，你甚至要做的不是阿罗汉，对不对？那成佛圆着法界修，有哪一尊佛说我只度台湾的众生？因为台湾众生对我法藏特别好，所以我成佛之后啊，我首先我只度台湾众生，有这样吗？任何一个有受伤的人，任何一个有生命有困境的人，只要他愿意，无论他昨天骂了佛多少，他今天走在佛的面前跪下去说，佛啊，你解救我，佛没有任何条件。请问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心中担心着啊，是啊，昨天我骂过佛，今天我求佛，一定是不可能。你想，佛在你眼前，那还是佛吗？
所以说那个所谓的有等差的所谓爱，讲起来有道理，在本质上还具有伤害性。对不起，子豪对我特别有，跟我特别有缘。好，哎，那个德伟，你排他后面。那个，所以这个先给子豪。对德伟来讲，他当然还是强颜欢笑了。懂意思吗？但是他被选择了，懂吗？被选择了，被佛选择了，情何以堪？被我一个凡夫选择 ，no problem， 我是凡夫，当然会选择。但是你怎么可能被佛至圣至慈悲的佛所选择呢？没有选择，佛于一切众生没有选择，是名为大慈大悲。所以等差之爱是没道理的，是具有伤害性的，了解吗？所以佛法的甚深不是人的经验那么容易能理解，这是第一个。那么因此呢，对于爱染心，佛并没有嘲弄结婚的人，佛并没有看不起无法离欲的人，但是佛会告诉没有离欲的人，告诉他，终究你没有离欲，你最终伤害的是你以及你最爱的人。因为有爱一定有恨，爱一定具有的强烈的占有跟自私，无论你讲的多好听，我愿意为他而死，对，是因为他跟你有了交互作用，他也愿意爱你，或他愿意让你爱，所以你才愿意为他而死啊！你看没关系，我跟你法上跟你没那么深的关系，你不会为我死啊，那是有条件啊。所以说，恰恰好我看到了爱的严肃性跟重要性，我也恰恰好要找寻那不会伤害人的爱，所以我来出家，就这么简单。我们仔细检查，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有条件就是有选择，有选择就有不选择，有选择就会有放弃，就会有遗憾。所以不要把我那对他无怨无悔的付出讲的那么这样子的膨胀为那么样子的伟大，我们都在歌颂罗密欧朱丽叶，我们歌颂那我们曾经得不到或者我们渴望有的那个爱情，我想佛陀绝不会嘲弄这件事情。但是佛陀生佛陀为一切众生的智者跟一切众生的依靠，他真的有必要教导弟子教导众生，让他知道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一切的爱都具有杀伤力，一切的爱你爱了 A 你就舍弃了 BCDEF 的所有一切，你生命的力量就只有这样而已吗？诸位，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呢，所以佛法当中确实有所谓离欲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教法，但是佛陀同样也知道离欲不是一触可及，因此他会给未离欲的人一个台阶，慢慢的走过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上一堂课讲的，懂恩念爱。不能够不懂恩而念爱，那这个爱是一个完全直觉的情绪性的，很危险，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一个步道，一个步接过去的过程。好了，那这同时讲到爱的时候，就会遇到今天时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同性恋爱，那到底算不算？这怎么办？佛法又怎么看？佛法一样看呢，那就是你的爱染了。是男爱男，女跟男爱女，女爱男跟女爱女，这本身还是爱，在本质上它不会有被特别的轻视，或者被简别为男女爱正常伟大，男男爱 dirty 可怕王八蛋。只有基督教天主教，他因为他认知为
基督教圣经里头明白的有文句说，男男之爱、女女之爱是魔鬼之行为。我的双胞胎弟弟，他就是真耶稣教会的，我亲自问他，他说有文具，他还撵给我看，不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那个谁啊，那个淑仪，你回去赶快找一下，查经或者问你娘就可以了。比如说这样，他们就查给我啊，我刚刚忘没有找到了，因为他放在 LINE 当中 delay 掉了。他就这样，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反同性恋的基督徒跟天主教徒是非常的激烈的，非常激烈。他认为家庭的基石是上帝的恩典，而家庭的基石只基于一个什么呢？替上帝绵延后代，所以男男跟女女就没有办法天然绵延后代啊，懂意思吗？他只能用领养的方式，所以那是不对的，违反上帝，是这样。那佛法怎么看？佛法支持还是不支持？佛法没有所谓支不支持啊，那就是他爱的取向，但是这爱的取向没有特别要被阻止，或者是特别要被歌颂，没有，也没有特别要被遮止说，啊，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男女之爱才 OK， 男男或女女是很脏，我刚刚说没有。可是你要知道，它终究不一样，两大事情都不一样。第一，它不能自然绵延后代，这是事实。而一个社会，一个凡夫社会，绵延后代是劳动力的根本，而劳动力是你年老的依靠，是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依靠。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天然生育率降低到变成负面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口减低了，刚开始没问题，最后会有问题，会灭绝，这终究是事实。这第一种。第二种，中华民国的防 AIDS 的这个卫生署的一个的里头工作的一位居士，他确实告诉我，这是事实。也就是说，虽然艾滋病不等于同性恋，同性恋也不等于艾滋病，但是男男的艾滋病确实是占绝大多数。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性器官接触的问题，这是事实，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所以说这两个事实，这不关乎你对他的价值取向，它是存在的。那这种存在呢，又存在第三样事情。如果你对玻璃圈有所了解的话，因为我很早就接触玻璃圈了，不得已，我小时候三年级的时候呢，在北投公共浴室呢，就被人家摸鸡鸡，然后一摸鸡鸡之后，我就气起来，马上公然的怎么样呢？问候他家祖宗八代，所有人都听到了，然后那个怪北北就这样衣服穿一穿出去，只差没被海 K， 你懂吗？那个时候是我为了我保护我自己，我必须让这件事情公开。然后后来几个小孩跑过来说：“你行。”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被残害，只有你敢反抗。”其实我没有什么反抗，我是觉得尊严，你没有资格这样做，就这样而已。那我是一个小孩啊，我只能怎么办？我只能让他公诸事实，那我就能足以保护我自己。我懂这样，就这样而已。我并没有对他有恨，我只是说我管你男男还是女女，你不能侵犯我，就这样而已。OK， 那因此我就开始研究。那我在南普陀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就是男男，后来我跟他讲，佛门里头你没有去处啊，你出家没去处啊。佛门规定男女不能共住，男女的外相就是不能共住，而问题是你又爱男男，那本来你在男众这边出家，问题是每一个男众都可能对你很具有吸引力，那你也很难修行，所以你在家修 OK， 你不能出家，不是因基于轻视，而是基于修道的困扰，就这样而已，了解吗？
他没有所谓的轻视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知道，情爱的选择没有本质上面的谁高谁低，然而情爱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困扰了，何况同性恋的困扰确实多过异性恋，这是事实。那么我们不能抹煞这个事实，然后来假设说他应该一切都平等，这就是齐头式的平等，这不对的。这个不关乎道德取向，这是一个人间状态的取向。我刚刚已经说了，他繁衍后代是任何一个国族民族族群他都需要的劳动力，再生跟延续，所以他不兼容于这样子一个族群的一直扩张，偶尔一两位 OK， 他不兼容是有道理的。至于说不兼容是不是就不能够给他一定在这个社会上应有的法律地位，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抹煞他的差异性，然后来追求一切的平等，这就是齐头平等。这个社会已经怪胎了，他已经不去思考他应有的差异性，他一再的强调他的唯一平等性，难怪会让基督徒会那么恨，这也不对。所以佛门里头是占有一个中庸的态度。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男男跟女女他们在找寻真实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稳定的很 stable 的爱情的时候呢，相当困难，几乎都以性来代替爱情，这是玻璃圈里头的人相当大的苦恼，他们就这样。那么是为什么？因为难寻真爱，就这句话而已。异性恋的选项多，而且他在社会上面的一般性的机会已经充满了，但是呢，同性恋在社会上面一般性的机会跟选项，你根本就很难。所以你能怪什么？你不能怪什么？这不是谁来造成的，这是因为你本质上就有不同。所以佛门来说，他们困扰大，那困扰大意味着什么呢？他有障碍。即便是在一般性的合理的正引的关系，他们的困扰又更大。当然有人会问说，同性恋算不算邪淫？这值得讨论。其实呢，保守的看法他一定认为他是邪淫，因为他不能婚姻嘛。但是呢，在佛门里头一个比较先进的或者比较愿意说不那么武断的看法，我是采取后者，我觉得要保留。如果当他们成为一个稳定而约定的性关系的时候，这两个稳定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稳定的，不能说他们两个人叫做协议。因为婚姻是人类建构出来的名词跟关系，他们两个人有稳定的性爱关系，而没有任何外在的再来第三者的话，他也类似异性恋这样子的稳定关系，不能贸然的就这样说他是邪淫。你看看佛法里头具有这种可能，所以他不是说对，好像今天有人啊对同性恋特别的表现出好感，他是异性恋者，特别的表示保护，似乎表示出他特别的民主，特别的有心胸，这一类人也很可笑。社会上多数有很多这种人，他们为了同性恋的利益啊冲锋陷阵，看到别人要有一点迟疑啊他就怀恨在心，我觉得这也好好笑，也不需要这样。佛门里头就是这样子，很稳定的中庸的看法。这种中庸的看法既不鼓励也不嘲弄，他就明白的知道他的困境。至于说这种同性恋是不是要组成所谓的家庭，这当然触犯了很多很多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徒在内对家庭的定义。
所以我们佛法有一个更中庸的看法，就是应该考虑到当他们去约定为一个稳定的相互共住关系的时候，社会上必须要给他一个法律上面基于共住而应有的优惠，因为他也造成这个社会的稳定关系，他并没有乱伦或者是滥交或者是造成的这个社会上的不稳定，那这样子社会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回报，可是不能完全一样，因为本来同性恋跟异性恋在对这个国家或族群的表现跟贡献跟形成的影响本来就不一样，不能完全齐头。今天曾经台湾要求到完全的一样，那是不符合真理的。但是你完全抹煞他的法律上面一定有的需要，你比如说财产的互相继承，或者是一个终老过程当中的照顾当中一定程度的给予国家给予资助，健保给予资助，这样子的情况不能没有，因为那是他基本的存活之权，基本的财产之权，这不能没有，所以这需要很仔细的考虑，让传统对家这个观念的拥护者不会受到伤害。我们今天台湾最糟糕的就是完全抹煞了传统以来绝大多数人对家的定义，然后要自己去解释扩张解释家的样貌，这些人不怀好心的居然还把和尚也定义为家，把僧团居然也定义为家，这简直太过分了，要拉出家人下水，你懂吗？我们这群出家人不是也男男吗？太过分了，说我们也是家，你懂吗？你都挖哥嘞，你是你讲啥的？是这样，把我们也算成一类啊？他还去对我们招手说：“哎，你们也来支持啊，因为我们这条新的法令也把你们包进去。”我讲没，谢谢，以后再联络。这就是他们想要扩大认同基础，不对，不需要这样。你的论据不清楚，你硬要把它齐头化，才会搞成这样。这个社会又不安稳，就会对抗。听懂了吗？我解释这些，也顺便让你知道了佛法怎么样子，比较用中庸的态度，不是用情绪的态度来看待事情。那同样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解释一下说，为什么早上女众没有过来做客，是因为佛门戒律头有一条，天未亮之前，男众女众不在同一个房间，同一个寺庙的结界范围。如果他在一个同样的寺庙的结界范围之内，也是可以，但是他有好多细微的动作要注意。而这个注意会造成其他事物好多困扰，包括不能离衣啦，不能怎么样子啦。那为了避免这样动一法而牵一法动全身，那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女众在界外做那个早课，太阳一出那就没问题了。所以你看晚课大家一起做，这个不是男众对女众这样做。如果这里是女众道场，反过来我们到女众道场去，我们也会被隔在外面，这是平等的，了解吗？哦，不是说针对女众这样做，不是，是异性众都要这样。那你说没有啊？人家我去什么山，我去什么寺，都蛮 OK 啊，那我就没什么好说了，因为戒律随人愿意去持守到什么程度的嘛，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这样持是符合戒律的基本要求。至于什么道场，他有没有这样做，或他什么考虑，我们不会去有什么意见。但是你要了解啊，这个是完全是处在一个善意，也不关乎男女平不平等，啊，也不关乎说女众在佛门里是不是二等公民，不是的。那接着就讲到说，戒律里头有一个八敬法，要求女众要尊重男众，这是不是二等公民？那如果佛陀制的戒会搞出一个二等公民，那不就是我刚刚讲的选择吗？对不对？选择就不平等，那还叫佛啊？所以当然不是这样，我说过了，戒律是一种纪律，是为了追求解脱自发自受的
纪律，对不对？我已经说过了。换句话说，八敬法也是一种纪律而已，它并不是基于不平等或基于对哪一众，比如好了女众的轻视而立的，没有这种东西。佛门里头没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平等，绝没有。那么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我刚刚在上一堂课其实已经提到了什么呢？我们说过了，女人怀胎是她天生的生理机能，族群要延续一定有交配行为，这个交配的行为也不会两个人同时怀胎，那这样的话这个家庭没办法照顾。你可以想象，爸爸也怀孕，妈妈也怀孕，那谁去打猎？谁去守护家庭？所以一定是有一方怀孕，一方去照顾，去找食物回来，这天经地义的。所以那就有一种人要去怀孕，那种人名为女人。那么她怀孕的行为，当然使得她对于儿女的情感多过男子，很自然。你不信你回去问爸爸，爸爸你知道我现在几岁吗？你爸爸立刻回答的出来了，可能不超过半数。我的很多居士哈，他还跟我讲，我问他，哎，你几个小孩？啊，几个。你大女儿现在读什么了？啊，国中。他老婆说，不是啦，都高二了，你还在国中。哦，爸爸就是这样，你懂意思吗？差不多大概就好了。不太清楚他女儿怎么样，因为不是他怀胎而生。女人顾家，注意到家庭的种种，是因为从怀胎到照顾，到她女子的生理结构，都是以被爱、被需要为她生命的重要结构。当然是指大部分的，不是指全部，一定有例外的了。这样，那这种需要也自然的使他特别的能够怀，基于他的怀孕养育儿女，特别的耐烦、细心，而这耐烦细心也是他无量劫以来他的习性跟愿意。这些没有什么好跟坏，那绝对是他的特质。不能够男人也这样，因为如果男人也这样，男人无法去战争，无法去打猎，他会这样，不行，宝宝还小，我不能出远门打猎，不行，宝宝还小，我不能去当兵，他会变成这样。那男人也这样，女人也这样，这个国族无法续存。所以男人越刚阳刚，女人阴柔，这世间才能够整个事情能够运作。应对的都是个人的无明，而无明的表现为一个家庭的稳固。这个家庭要稳固，男有份，女有男有份，女有归，男女各自扮演不一样的角色，使得这最大的爱染处的家足以一定程度的稳定下来。这就是众生的无明自然会去协调招感。男女相本质上没有善恶，然而虽然本质上没有善恶，但是以一条标准来看就有利与不利了。比如说这个假设了哈，假设某某同学呢身高够高，跳高也够高，那如果呢考台大呢只考跳高，啊是呀，人家哎呀，当归龙门，书读的再好也没有用，因为台大只要跳高高的，跳高跳得起来的。那我能读书也没用，大家都去练跳高而已。因为当我的标准立下来之后，其实每一个人生而平等，但是他立了一个选取的标准的时候，就会有不平等。这个不平等不是他本质上的不平等，是。有某一个目的，要达到那个目的呢，他必须要选择，懂意思吗？比如说我要作战，那我要选孔武有力的。那一个女生跑得来，不能说你轻视女人，人家我也想报效国家，我怎样你被报效国家了？你到后方煮菜就好了啦，我们现在要上场杀人呢，不是轻视你啊，
是因为各有所需啊，这样懂的意思吗？同样道理，男女在性格有差异，这是基于无明自然分化出来的，没有本质上的对跟错、好跟坏，什么次等公民主要没有。可是当讲到修行的时候，修行重离欲，修行重放下，修行甚至连自己亲爱的儿女都得要放下，那请问谁容易放下？谁啦？谁啦？勇敢的说出来，男生比较容易放下。那就为了修行这个目的说，男子比较好修，他容易放，他也没有怀胎这个事情，所以女子在情感上面的依赖性跟柔腻性，她本质上很好，对一个家庭来讲，她很需要这样子的人来顾这个家。可当讲到放舍，先要放下这私情私欲去修行的时候，女生相对不利，就这样而已。这个相对不利，那你又要做战士，那怎么办？假设男生跟女生都要上战场去打仗，那男生孔武有力啊，女生现在也要去战场了，那我怎么办？佛陀大智慧嘛，好啦，让你上战场啦，不过你的盔甲穿重一点，保护多一点，因为你容易被敌人攻陷，那我多给你一件盔甲，你要不要？你当然感激涕零啊，我已经让你上战场了，本来最好你不要上战场，免得敌人把你干掉，那现在你都还要上战场，那好，我给你一个多一条盔甲。八敬法就是这样，是你要来出家，你要上战场杀敌，你要取解脱道，那我给你一条八敬法更加的保护。八敬法就是让你在比丘这边不产生贪爱、爱染、依赖，你要独立，哪有一尊佛在依赖的？哪有一个阿罗汉是依赖的？你要学独立，我八敬法给你恭敬，不能生爱。你要知道，敬有了恭敬就难以生爱染，懂吗？你看看夫妻两个人要行房，难道是这样？哎呀，娘子，我们顶礼三拜，请您老，请娘子先上床宽衣解带吧。还是我们先念个楞严咒之后再来，敦伦尽分。我跟你讲，一切兴趣通通没有了，对不对？你不能这样搞嘛，你不能这样搞嘛。有了敬，爱染就难以生起。儒家也说嘛。逞分自欲，以什么呢？发乎情，止乎礼，有没有？发乎情是天然的，止乎礼就是一的戒律。所以给你的一条互相恭敬的戒，这是互相恭敬的哦。女众要来恭敬比丘啊，这个比丘就这样了，哦，你长得很庄严哦，明天来帮我洗衣服。哪有比丘敢这样？人家在恭敬你呢，你当然也要礼佛一拜。他也要这样啊，他也不能嬉皮笑脸啊，这样就保护了男众跟女众在解脱道上面的避免爱染。这是佛的慈悲，居然有人把它解释为佛文里头的男女不平等条约。你看，嘿，佛印禅师哈、哦、跟苏东坡两个人在那里静坐，佛印禅师问苏东坡：“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说：“我看你像粪，像一堆牛粪，因为佛印禅师棒棒的，坐在那里几步，大大步啊，那里跳，我看你像牛粪。”好，然后哎，苏东坡想一想啊，对吼、哦，哎，阿禅师啊，你看我像什么？那个佛印禅师说：“哦，我看你像佛。”哇，苏东坡听得很爽哎，他回去了跟苏小妹讲，他妹妹苏小妹很有才分，说：“妹妹啊，今天我跟佛印禅师斗禅机。”你大兄赢啊，你怎样？你说怎么样说？我今天就如是问他，问他说他看我像什么？他说我看起来像佛哎。哦，这样啊？你有没有问佛印禅师看你像什么？哎，你哪知？我就问佛印禅师是佛印禅师问我说我看他像什么？看他那个肥肥壮壮的那样子，那样子，头光光的，看起来像一坨粪呢、啊。
我这样说他，他没话讲，你看他没有能力回答我，哎，所以他输了。说苏小妹跟他讲说，是你输了，哥哥，你心中有愤，看起来人家像愤，懂吗？所以你把八敬法看成不平等条约，谁把它看成不平等条约？是你的心不懂得佛的悲心呐、啊。这样听懂了吗？哦，我有时讲啊，小心啊，你听好不？好，我很小心这件事情，因为人家子豪昨天偷偷还跑来问我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请师父介绍解释一下？我已经解释了，你满意吗？啊、哦，满意，谢谢啊、哦。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啊，那个钟鼓怎么样？Stand by 在那里、哦、好啊，在等你们，懂吗？好，现在可以去看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回向一下、哦、这一段可以把上一段并在一起，哎，没关系、哦、好，我们回向，因为上一段没有回向、哦、来，我回向、哦、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志归于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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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